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想要当一个电玩高手，当然要有好的游戏摇杆啦。还在寻觅哪里有好的游戏摇杆吗？叫过来，叫过来！安娜好康爆活力在，赶快来东京电玩展看看安娜所找到的好东西吧。知名的周边制造厂商 Razer 本次也参加了东京电玩展的展出，现场不仅摆设了许多高阶配备，也邀请了台湾星海争霸二的职业选手 Sen 来到摊位与日本玩家进行友谊赛。除此之外， Razer 也继游戏专用的笔电之后，又公布了一款格斗游戏用的大型摇杆。本产品与日本 Hori 以及 ASKI 等知名厂商在设计上的概念有所不同。 Razer 强调能够让玩家轻易地为产品进行改装，所以在连接各项装置上都相当简单，而把所有的技术结晶都藏在一个极小的秘密黑盒子中。另外， Razer 呢也预定选出200名玩家为他们这款产品进行先行测试，收集更多的玩家心得，把其中的精华纳入到产品之中。想抢先体验这一支大型摇杆的玩家，别忘了到官方网站注册哟。